屏东县县长潘孟安特助洪家明洪特助呢，来给我们推荐。大家晚安。晚安。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所以可能有些地方我会以最尽快的速度，来跟各位报告。这边地点我要报告的就是，我们候选人一号跟二号的一些差别。还抓马蒂马的在抓一二零子弹的抓一击管的尼古，阿布的真威还抓尼古，努一能能整，马拉登阿登阿真的嘛是，是阿卓拉差别，查拉登阿登阿在抓并阿卓尼马卓，伊真的嘛是嘛是集中嘛的苏安，查拉登阿登阿查巴的苏安，查伊真的比嘛在南河，阿比嘛在南山村，那波浪真多并阿卓尼马卓，查在做阿伊达是巴斯马拉巴拉。亚班在做啥？把在咱这些巴士马拉赚那么多，大家下习惯啊，肯定在做一号，还是拿巴士马拉。啊，我们的瑞珍督促督促啊，我们来一乡乡长补选的候选人啊，还在做二号。其实一些地方就不给修行，亚班在做嘛啊，长老啊也不给修行。啥在座位完全没有准备，我们的瑞珍啊在做二号，他的人生规划都没有。参与政治，哪那个不求新的给你代言你们嘛？你们就啥在做？阿凡在做阿马鲁萨，阿在做一帮不求新。我在那阿们当这里嘛说啊，马三蛋，啥在作为我唤起大家的一个记忆。我在那八二的争端那么大，伊那林子在那走走，阿在作为，尤其是我们阿在个查布隆，阿在查布隆位，马西说多少国舅，马说他省议员到立法委员。你在那来异乡来异乡，尤其是你们南河还有万家文乐啊，在做那一上午的我们节目就是尊严，在上午的我们在尊，我这个是唤起大家的记忆哈。啥？哎，我们在做地妈祖，我一年一九九了啊，因为在那在多少长老啊查布隆，我把什么老板们带那里进的地妈祖。当时啊，在做地妈祖省议员的时候，省议员的时候，地妈祖为以上你们来查查我们廖志强的弟弟郭文敏的弟弟，还有我的弟我的内弟在做一些财务股，那么不然的引爆啊出了事情，请你不要把不给他赚。当时某某人在省议会一些台中，你要把他电话拿上位，连他的助理派他的助理都不来，拿了拿了是干嘛呀？我们今天选举。一方面，你现在也提出来说，你现在也早上，我们要的就是要请他们协助我们解决很多事情。然后啊，拿东西干呀，连派一个助理都没有办法。这种人哦，在推荐大人们的稍微，我之前在文乐还是在哪里讲，他这个是鬼脸，把这个顶马脚啊二号，啊反正在顶马脚在把乌龙啊那马路上啊一把腿修行，稍微要在作为我们前几天。我们前阵子忘家在高雄南河有出车祸还是什么，那是我们庄景勋去处理的。他地方就为你阿大那个说的范志清范议员的高雄市沙在作为，因为范志清他本人也叫沙一曼，他就派一个专业的助理去协助。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要这样啊，安定的这些大人，所以我们选择那种的啊，没有负责任的啊，没有哎呀，人家是毛都杀的，我们要什么？怎么要选择他们，对不对？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来有，是我们来有一些人哦，真的我没有想到会支持这些人，也是一样。那个人还在当省议员的时候，在台北，我们秘书跟国秘书在这里，我们去台北处理这个事情，他每次在省议会请他过来，他的助理也没有办法来，没有时间了呀。那到最后我们就请律师，是这样。最后我们选择一定要选择有一个那一招啊，那啊那一把猪肉啊塞光啊，所以我们要的是这样，不是要那种当选了之后就是当官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选择一号？是。好，另外我在这边再讲到的，我们来一乡，尤其是我们村长哦，你真的顺招，他们的顺招呢？顺招吗？我们让他们多少人嘛？他给那的，
Lawano ba talaga paiswa mo na magugusyo? Na paiswa ya. O man tega ho, o man chuntang de kanchu, o feitang feitang de sen. So yi ho, wo dai zhe bian, wo xiang xin, wo man de yi hao, wo man de yi hao, zhi yao song qi, wo man xiang gong shuo, ta yi ding hui wei wo man di fang jue jie han duo de kuan nan, diu bu dui? Dui. 好，我们再回来，也是那个长老哦。他现在这个转型正义，目前是转型正义的嘛就，啊，在做转型正义，我们各乡，我们原住民乡各乡推出一个代理，我们各乡，然后这个产生之后，哦，就选一个班长，我们台湾族的，就带一个代理我们族群妈妈的族群委员，但是呢是转型正义的委员，啊，在注意。 要发现问题，发现我们所有地方的问题，我们台湾族地区，对于说在抓不公不义的一些土地啦、啊、什么这些，这个就是转型正义委员要解决的事情。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我只有听过开过一次会还是两次会，这样而已。像其他我们村子这边荒芜土地，比如说吉拉阿尊那个地方就吉拉达拉分到林务局啦，还是西湖，哎呀那个帮阿尊那个呢。 村子那边都已经有房屋土地了，比较简单嘛。还有前阵子我在平和参加一个，也是一样，比那些大平和哦有53家，上班啊，帮他怎样说那也那等。哦，所以因为现在有一个全面补偿的一个回馈金，一分地3000块，所以连我们那个地在哪里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可以拿到3000块的一分地，这个就是。 转型正义委员的工作，但是哦都没有在做，只是喜欢说在金家麦的时候，在实验的时候哦，喜欢说被介绍转型总统府转型正义委员来哦，就站起来就这样很风光，但是根本都没有给我们做事，所以哦这种人推荐的人，我相信也是跟他们差不多一样，对不对？所以哦我们1月18号不要忘了我们。 登记你要装进去，对不对？好，我们来过关，好不好？好。大家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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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收录。好，真的，真的。红特助，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哦。